里有爱，哪里有爱，一切黑夜变白昼，哪里有爱。一头早，大家都先来跳一段健康操，好好活动一下筋骨。蒙阿波嘛，加去。蒙阿波抵达。那里啊，那里。我怎么那边是蒙阿波？你要解释一下啊。因为那里不是有个圆圈圈？所以看起来是像蒙阿波。刷落来，还有趣味好耍的活动，大家都爱在校园内，接到指示来找出宝藏。主任，你们来了。墓碑附近都有，都算，这附近都算哈。这是第三点玫瑰客联训练中心，在暑假期间，为着要让偏乡地区的小朋友，会当有一个充实的暑假生活，所以是特别在鹿谷秀峰村举办一场一连五天的夏令营，希望每一个小朋友拢生得相当快乐。都透过这个夏令营。让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到山上来跟这些孩子做一个共融啊，共融的教育，就是所谓的融合教育。然后每一年办下来，不但山上的孩子充分享受这个夏令营的喜乐，我们的孩子也渐渐融入他们。从一开始他们会排斥我们的孩子的一些体味啊，或是一些行为哈，到现在完全不会在意到他们身上的体味或是他们身体上的一些残缺，反而会互助。举办这场夏令营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除了让中心内的小天使会当加强外界接触，都是嘛要让小朋友会当对身心障碍者有进一步的熟悉。有小朋友是表示，原本心内拢会惊惊，不过经过这几天了后，已经摆脱心内的惊吓，而且嘛学习到帮助他人的美德。是有时候会怕怕的。那、啊、现在这样子跟他们接触后，你还会怕怕的吗？不会。不会了哦。就是因为我们这边都有很多那种小天使啊，然后我们就是学到照顾那些小天使，然后帮助他们，然后还有我们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很大，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活动中不时就会当看到参加夏令营的小朋友，就是看到玫瑰中心的小天使做会参与各种活动，场面唔那温馨，每一个人的笑声，嘛，让这个夏令营是充满欢乐的气氛。记者蔡凯长报道。